大家好，我是北村风情，就是我是一个厨师，导演是一个厨师。如果编剧是一个食材，如果食材不好，我真的是没办法做出好的菜。我在 TVBS 编剧营，干嘛的？失恋33天爆晶晶，痞子英雄吴若英，新锐编剧杨景祥，超强师资阵容。TVBS 亚洲编剧培训营就是要你。